用 VDL 配合这个智能款的测试平台，CAS2、CAS3 的，像这种钥匙的话，就是半智能或者智能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连起来，先连接这个 CAS 头，然后再把这个板子连上来。连好了的话呢，我们就供电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钥匙感应灯是亮着的，这里这个上面也是亮着的，啊，说明连接是成功的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钥匙放在这里面来识别一下，当它识别到钥匙的时候，它闪的方式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这就说明这个钥匙和 CAS 是同步的。我们来按一下这个模拟启停开关。按一下之后，它这个灯会灭掉。我再按一下，它会亮起来。啊，说明这个钥匙和 CAS 是同步的。然后我们软件上面可以选择这个识别这个钥匙，钥匙学习。读到这个钥匙了，可以点击获取这个钥匙。这样子可以保存这个钥匙数据。